欸，我很怕电话接下去。哦，我们可以开始了。你们等一下，我今年9岁啊，9岁，明年就要10岁了。因为3月18号我就要生日嘛，是不是？我每天是过得很不错，只要很不错。你们来聊我。我平时想过的事情啊，我每次哦上网课都不转型了，不转型，不够转型。我最近平时上网课不转型的，还要再转业。啊？还没有转业，不过转业还要再努力哦。要专心听老师讲话，专心听老师讲话。胡俊能在那里住着，在那里睡觉。哎哎，我丽雅现在，我丽雅，丽雅，我妹妹才1岁，懂吗？我妹妹才1岁，她现在1岁，她现在学会走。差不多要学会跑了的哦，学会爬床了哦，会爬妈妈的床了，是不会的。现在我会叫爸爸妈妈、狗狗，叫阿姨还不会，他会叫阿姨，阿姨，搞笑诶。还会什么？啊，总之就是这些而已。然后现在讲我的，现在时间也是很夜了啦。我有好几个朋友而已，平时三个这样吧，三个这样，三个啊，三个啊。平时有三个，现在有三个多个哦。那有一个。有一个无锡的，还有一个肥胖胖的，不懂谁，我不懂他叫什么。OK 啊，现在讲完啊。我今天也是非常不错的。我今天哦，今天晚上很夜睡，肯定很夜睡。要睡觉了，要睡觉了，要睡觉。明天要睡觉不早起啊，不然容易睡了。最近好几天哦，2天或者3天，像2点睡。很可怜的，可能2点前都还没睡。我不懂啊，我不懂我在几时睡，就像那些电视里面讲的那些影片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不懂，我几时睡着了？而且我又不会自动看手表，我会自动看手表，不过我看手表的时间错，我每次看手表的时间都会不同的，真的。我每次在上课的时候，同学问我，哎，现在几点了？哦，现在，哦，我点将了，我点将了。哦，谢谢啊，雨枫。很长啊，我的生活就是在学校讲，每次上课的时候要转型，跟一样，跟一鸣玩，就是不转型哦。哎呀，真的，专心点 ，OK。这个我真的很想回我的村里。没有外婆家哦，回瑶该该高高兴兴庆祝他们的日子，顺便加多一个人啊！万一他们老了，看不到他们呢，然后要搭的士去那里，如果我真的是不会国语的话，有死咯。虽然是贵，会讲，欢迎。
如果他会讲华语的话，他是好哦。我这个人啊，有时候给人家弄到有点麻烦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每次给爸爸妈妈他有点沟，你知道，我知道是很惨。爸爸是对我好，我没有要怪他，如果怪他，肯定气死人了。懂吗？阿姨也是啊，阿姨也是知道我们做错，知道我做，看见我做啊，把妹妹，啪，啊，丢地上，没有可能会这样做的吧？有时候动，我就动一下，他就进去后面，哦，那我就说，哦，爸爸骂我，骂一下而已吧。然后骂一下，哦，知道知道，下次还再这样，知道第二次了，然后然后下次再弄到，知道第三次了，被爸爸骂到高高低低的，其实不是这样了，好像是一直这样，我骂，我给爸爸骂了还是没有问题，然后就直接走了，哦，我就走一个，哦，OK，那就可以了，唉。说的也该差不多了，我跟你讲讲我的学校的教学这样的。我学校教学一开始哦，我进礼堂嘛，有时候我会迟到的，有时候会迟到啊，不是每次啊，我有一次迟到好几次啊，喂，这不都要到8次欸？辛苦我咯，那时候应该也要叫妈妈，妈妈也是有点辛苦哦，其实，这个世界也有很多爱，也有很多感情，也有很多笑脸，还有哭脸，还有伤心之类的。除非我每天都要上。去上学的话，我是这样的，我的人生是这样。我每天，我吃了早餐，然后给你啊玩一下，然后看看书不行不松这样，然后吃个午餐，然后等妈妈吃完，换好校衣，等妈妈吃完了的时候啊，出去走，大概可能会12点半或者12:20。才走了，除非我妈妈快的啦。然后上了学校，去学校啊你，然后妈妈拜拜，然后走进礼堂里面，走礼堂啊，礼堂里面，礼堂啊，是礼堂，day one 啊，day one，day one，礼堂啊。进去礼堂听周会啊，星期一这样啊，听周会这样哦，然后听完了过后回班上课，第一节课是什么？第二节课是什么？第三节课是什么？第四节课是什么？第五节课是什么？第六节课是什么？第七节课是什么？第八节课也是什么？第九节课是什么？第十节课也是什么？通常我会空2节的，有时候星期三到星期五啦，这样子。平时有快乐活动玩的，这快乐活动弄得我烦了，没有那么烦啦，很好玩的。其实你要参加什么都可以。不过我不懂，我还不太清楚啦。我也参加的管道本来现在没有参加，现在有萝卜的，电脑好像又没有教了，那我只有萝卜的而已，还在教呢。看来时间也不多了，我应该睡觉了，真的，我这个复杂的人生。
煎饼吗？没煎，没有高兴，有时候会有高兴的结果的，有时候啊，你知道吗？我1年级的时候啊，教一下我懂懂你是，你会放心。该睡觉了，叫我睡觉了，OK。这讲到哪里都忘记啊，懂？好想见我呀，我哪是1年级嘛？好像是1年级或者2年级啊。我考到91分，还有两个，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有2个人是90分，不敢相信我是那样一般，91分考最多。我一开着眼睛，王一峰，江神奇，这个世界竟然为我证明我是第一名，没什么好笑的。考到第一名，回家给妈爸妈妈看，哦，好高兴啊！那时候很发，好，非常好。唉。然后平时上网课的时候也是一模一样哦，只是声音卡卡这样哦。有时候老师在，为什么老师在晓得？其实啊，我也是在学校的时候也是安静下，我有时候会讲一下话啦，跟朋友讲话嘛，哎呦。我也是说的也是很强哦，差不多啦，跟大人的生活，大人的生活是每天，我爸爸，7点就起床了，妈妈。我今天爸爸7点就起床了，那7点就要起床，7点起床，吃了早餐，看一下电话，然后拿着食物走啊，然后拿着食物走啊，过后去做工，做工，大概有时候会很迟回来，9点这样哦，9点或者10点这样。跟，那我妈妈明天在家里，喂点喝奶，知道吗？喂点喝奶，一直喂一直喂。有时候，她也会做家务的嘛，这边要俩睡了的时候，她就会去做家务的。是说真的，OK，我说的话也差不多了，我是王云峰，下回再见，拜拜，记得按入频道，按赞，OK，按 like，还记得我的 ASMR 吗？去收看，OK，在 YouTube，去看。